环节，但是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唱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。放脑袋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。保卫蕨菜地。不吃不吃不吃，赶快把这些难吃的东西拿走。吉吉国王，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呢？这个嘛，反正本王不吃水果了，换个特别点的口味就可以了。别点的口味。对呀、有了。什么？快说。既新鲜又美味的野菜呀。对呀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味。本王一定要找出一片最美味的野菜地，作为本王的专属用地。我们出发。一块，一块五，两块五，再怎么数也只有两块五，还有一桶方便面。这个月的树还没砍够，工资又没得发。还是留到晚上再吃吧。我想好了，还是砍树赚钱，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。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吉吉国王，这可是好大一片蕨菜地呀！是啊，本王正式宣布，这片蕨菜地将是本王的御用菜地。肚子里没东西，体力也跟不上了呀。就你了，真讨厌！哎呀，这就是绊倒我的下场。好饿呀，还是乖乖去砍树吧。我砍，我砍，我砍，好想吃东西呀！主人炖粉条，小吃炖蘑菇。没味了！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太激动了！这可是从本王的御用菜地摘来的。啊，真的？你快点带我们去啊！本王就勉为其难带你们去瞧瞧吧。真的？走走走，那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！那你慢点。蕨菜地，俺们来了！
光头强，熊二，咱们过去看看，说不定光头强又在砍树。哦，哎呦！哎呀，不好！吉吉国王，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呢？你没看到光头强是往本王的蕨菜地方向飞去的吗？快走！哦。熊大、熊二，我们先走一步。这些是蕨菜，还这么多，这一下可以开饭了！哦耶耶耶！这次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能把蕨菜拿去卖，大赚一笔。嗯，啊！本王的蕨菜，光头强，太过分了！光头强，你竟敢摘本王的蕨菜！毛毛，上！你，猴子，你要干嘛？本王来也！救命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，别过来，不然一会儿有你好看的。小猴子，就你自己了还嘴硬。熊二，俺去引开光头强，你去救吉吉和毛毛。哎，光头强！这边这边，看这边，快过来抓俺呐，光头强！熊大，看你往哪跑！熊二，你快来啊，毛毛昏倒了。熊大呢？来抓俺，抓俺呐，光头强！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熊大。等等，另一头熊呢？难道毛毛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哎，不好，差点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。肚子好饿呀！光头强，看招！熊大，俺让你停下来了。呀！哎呀！呸呸！好饿呀！还是吃饱了再说。熊大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等我吃饱了再回来找你们。快去追光头强啊！他吃饱了就有力气砍树了。站住，光头强！站住！站住！来呀，来呀！来来。拜拜，熊大熊二！哎呀！熊二，去挡住光头强！熊二，快走开！快走开呀！
俺们这是到了光头强家了。好饿呀。光头强也怪可怜的。哎，是挺可怜的。哎，俺去帮他找点吃的吧。哎，熊二，别翻人家东西。哎呀，熊蛋，你看啥吃的都没有了，这是咋回事？难道说光头强会不会是饿坏了才做那样的事儿啊？看来得让他吃点东西。熊二，把他扶起来。本王立刻停止，立刻停止，听到没有？没有。快住手，光头强已经没东西吃了。有这样的事儿？算了，本王就原谅他吧。咱们给光头强做些吃的吧。吃的？这难道是熊大熊二他们？哎呀，不管了，好吃好吃。在这森林里有一种我最爱的东西，香甜美味，特别让我难以抗拒。苹果香蕉里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一比，在我心里有了它就要幸福和甜蜜。就这样抱着蜂蜜一起向前行，再苦再累我也不在意，因为它我就会开心无敌。就这样丢开那种睡到自然醒，烦恼忧愁统统化作动力，舔一口呀，早安我的蜂蜜，永远爱你我的蜂蜜。